46岁人鱼公主钟丽缇于真人秀上结识小12岁男友赵伦硕，今年6月欣喜接受对方求婚，在下月8日将再披上婚纱当美丽新娘。日前，小两口的婚宴电子请帖也随之曝光。有别于京剧婚纱照，钟丽缇与赵伦硕打算将婚宴打造成别种风格。而今日，他们向各方好友发出电子请帖，一打开便能看小两口化身人鱼夫妻于海中徜徉，加上背景缓缓传出的轻快音乐，让收到的人仿佛都能置身于海中，感受二人的浪漫甜蜜。据悉，钟丽缇此次将以海洋为主题，规定出席来宾需穿着深蓝、浅蓝及黄色等服饰。而在寄出去的请帖上，不仅附上婚宴地点、流程，还明说婚宴后将有 after party。此外，此请帖也极具巧思，有地图以及导航按钮，而随之附上的还有钟丽缇与赵伦硕的唯美沙龙照。男方大方展现健美身材，女方则再现当年风靡两岸的人鱼扮相，勾起不少人的美好回忆。